昨天，婆婆告我说，她今天早上要蒸那个菠菜卷儿。我婆婆蒸家的菠菜卷也可好吃了。她问我，拍不拍，看不看了？我说看。那既然问我了，我肯定来嘛。所以我今天这不，赶紧就过来了。婆婆告我8点过来，我现在7点多，我就提前过来了。干嘛？你这里啊？对。吃老饭的。吃老饭的。哦。哎，起好面了，那哎，喂，你又吃面了没有？当早还吃这样吗？我当早还吃，我就当好正好。哦。我洗出来都老了。你又是怎么买一盆？看，你那还有几点发热的面了？9点。哦，这个在到全发。10点发还正好。哦，这还是发的早的呀。嗯。这几点就发的？哦，不是这样吧，这就这样嘛。哦，这是菠菜，我洗好的啊。夏天就洗好。那是早些过来把你捞出来，不是？捞上。还捞上了。我捞上早就都捞好了。现在也捞好了。嗯。捞这样。嗯。给挖出来。有你们捞老高，你上了。挖的厉害了就少抖些，你说回的少抖些，感觉。哦，发的老了就多发。哦哦。发的强了就少放点。哦，你看欧洲一回又没机会做，做回给他的萌萌还一半还没拿吃了了。哦、那你倒又涨了呀，这都。你看这面发的多么好了，你看着。你看，哎呀，你看着，你看着面发的涨好了，发的。面我自己煮饭也没拿八股个这油油的面。看这不是发的。我再过两天刚暖和了，刚热了，刚离时间段去。喂。啊。哎，大早5-6点钟起来发，还7-8点钟就能。是了，2.5个小时就是。2个小时。你说等夏天1个小时就行、是。我在农民楼的时候一发2袋子面，我就告你赶紧和好的面回来。嗯。给你们蒸下大米，炒下菜，1个多小时就过个。就起，你就洗的呀，2袋子面就能洗了。哦，那发头要得了啥了？那个大鱼泡半盆子发水了，火上一会儿就开了。嗯。那发的时间短，这个面发的时间短，蒸的么么好嘛。嗯。1-2个小时就起了，你要发上2天，你再蒸，那个么么再蒸，它也蒸不那么好。嗯。这刀不快，这是烂刀啊！那些葱花全要吃了的。哦，葱就是肥葱。啊，今天不捞2种咸菜的，一种菠菜的，还有一种菠菜少了，你爸爸卖了3块钱的菠菜少，1.5斤嘛，有些少。把这些都看会，都学会。哦，你学会了以后，你就自己长个。虽然说是这张没机会涨，但以后只要有机会就涨呀。嗯，可多了，家头这个就跟小食墙一样，这个大点儿就行。吃了哪些？哦，这个不用太小了，放上咸盐、味精，上姜粉、花椒粉。啊、哦，就这。嗯，弄上油帮调上。倒上些香油，嗯，一会儿倒上点香油，也香了。咱还没拿到香油了吧？也倒上了，倒了些了。一会儿看见少了，味儿不香了，就再加上些。你要菜多了，这就是看菜了嘛。菜多了，那料就少了，你就再加上点。哦。你要菜少了吧，就正好，不敢一下放多了。放的多了，你要是菜少了，咸的弄不出来。哦，知道了。弄不出。基本上你再调味就是咸盐味精，就多放花椒吧。哦，弄一些花椒油。嗯。出来一些油了呀。你怎么你蒸上你都卷了嘛？哦，油不少的。哦。比炒菜的油都多。这个发头是咸的没味儿。啊。咸发头，冬天了还。我就在冰箱里冻着了，弄出来一泡，飘起来，就搁脚上就能和面。
啊，这煎要是和的差不多了，它这个盆子是立的。哦，你要是煎少了，这个盆子是粘嘛，各种的这个面，在这里头粘的。又开始揉呀，这又开始揉呀嘛，这就可得要揉了，这个面费时了。来，我给你揉。你揉不成？哎，你这一碗还揉呀？看揉。啊。我看你揉不动。我试着揉一揉。啊。打，哎，对，拿，哦，揉。一边揉一边上两边揉，那手上两边捏，他们今年还烫出来了。啊，那有的要是用那个小子的方法，那长还闷闷的，就是软，又软又软。是啊。啊。给你活亏了。啊。啊，那就是看你孙子看你的肚皮吧。哦。嗯，长那以后就是成功的。成功的，那我就多一揉。那你揉那是来搓的，还不打？再打，再打。哎，三毛咋打哈？哎呀，就是空了。嗨、哎，你尝尝这个滋味。嗯，但是看见你在这了，可轻松了，不在呢。我是惯了吗？嗯，我是时间长了，惯了。不行，我胳膊酸的不行了，揉不动了。再帮咱胳膊都酸的，撸它也不起来了。不行，胳膊酸。一个看肚皮纹，一个是看这个里头的壳壳。啊啊，要不然就切开看嘛。啊，你看，这是挺。啊。这个这的叫看，啊，肚皮纹叫看。啊。还有一种是这的，你看，这不是？啊，这个面，这的拉，你看，发了光了，啊，它不赖。啊，这就是煎香了，要是一拉断了，我煎大了。啊，煎就大了。啊，再得个看。看了吗？你看。哦哦。这就煎不酸，大。有的吧，就得弄上一块儿，团上个蛋蛋，在火上烧。哦。还有一种嘛是，弄上个蛋蛋在锅里蒸。啊。蒸个一下，看那个现实。哦，长熟了，看看行。哦，一共有七种方法。这是做本菜也干啥在的？哦，干的薄些，太是干的薄些。哦，太薄了也不是。啊，把这一半个面全干了呀。哦，把它干起来磨好，这就行了。那一半。嗯，卷的它紧些，啊，再就把它卷起来。哦，把它，哎呦，面软嘛，面软呀，嗯，面软好吃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一条龙啊，你的手啊，你的。”嗨，那这是一天的大锅，哦，那就把这个东西盘进去了。啊，哦，我也等吧。再叫它溜出来，这个菜最好别在外头，在外头粘哇个肚的。嗯，水高了就煮了。嗯。切一个包一个。哦，我害怕它粘着不好喝，它，哦，掉菜了。嗯，这个放不了多少，知道吧？这个。长得少，哎呀，都出来气啊，哦，都出来气。这个看见不好，不长出来好吃，少长。就这几个能说？哦，放不进个，这个干地切个才合适。好，哦，红薯、饺子窝窝，那这量不多。这那个碗我给你夹好。不用给我夹，你夹，我说尝吧，尝出来吃吧。那盘子吧。我也就饿了。挺好，一个就行了，还接两个了。拿筷子，今天就叫出了。哦，那你吃个吧，看见长，隔，一会儿长肿了再叫。哦，那我就先吃了啊，改改胃，吃吧。张总不吃饭，你不吃能好吃啊。哦，你看着。哦，去发茶具，这葱卷好了。别
那一锅还好的，第二锅老是比第一锅啊，一般第二锅都好。第二锅想到了嘛？嗯。